Hello，早上好。今天是3月6号，星期六的早上。然后我其实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音乐会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，我给自己卷了一下头发，然后画了一个眉毛，然后就还没有化妆，因为我没打算化妆，因为我们今天要戴口罩，全程戴口罩开音乐会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化我的什么什么妆了，就可能连眼睛稍微的画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其实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的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就我太久没有开音乐会了，然后就整个人的状态没有调整好，感觉就希望今天能够顺利吧。然后大概今天要记录一下，音乐会的一些小花絮什么的，希望自己能够有心情记录，不会太紧张。好啦，我现在准备，戴个隐形眼镜，然后给自己化个妆，我就准备要去，音乐厅了。拜拜。我现在到音乐厅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学校的音乐厅的后台长什么样子。就这里是后台的入口，不知道开了没有？咦，开了。当当当当，然后这个门就是去往台的路，然后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后台 green room。我开了没有？有可能这个是锁的，可能要叫 security 开一下。然后这里是通往台的路，也有可能是锁的。哎，真棒，锁了。然后这是我们学校的后台，就稍微的休息一下。我把琴盒放在了那里，然后待会儿我可能去洗手间换个衣服。然后，这边的门也开了，待会儿就是从这儿上的台。好紧张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现在大家都在为我的 recital 做准备。啾啾，哎呦，你好。，It's okay. Hi, Rebecca. How are you feeling? I'm good. I'm excited. Good. Let's do it. Yeah. 是的呀，谁跟我跳的呀？2000 years later. Hello，我回家了。刚刚去给自己买了点好吃的，就买了2块蛋糕。然后本来想去买奶茶的，但是奶茶店好多人，然后我又很饿。然后蛋挞在那里吃饭，就又没来得及喂它，所以就有点担心它饿着了，所以我就赶紧回来了。然后我终于把我的 recital 弄完了。就一颗石头，大石头在心里落地了的感觉吧。然后感觉这次 recital 就怎么说，90%还可以吧，就是都拉得还不错，就是玫瑰，就唯一这一首错了。然后错的还是我大概之前拉10次都没有错过的一个地方，就。一个中间一个和弦的变奏，我把和弦给忘了，然后
就记得旋律音了。然后幸好它是一首怎么说呢，独奏曲，就 solo repertoire， 所以我可以就自己找一个地方接着拉。但是我真的好想看，待会儿都是过两天有录像出来了，就好想看我当时怎么在台上错的。哎，蛋挞吃完了。哎呦，哎，反正今天下午吧，我好像本来有一个学生的，但是那个学生就我跟他说我有音乐会，他就说那我们改天再上吧，我就改到周一了。所以今天下午呢，我就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然后做作业。难过，我因为周二有一个 quiz， 所以周末的作业还有很多很多，就一堆等着我。然后今天我久违的化了妆，就眉毛啊眼影啊都化了妆，然后唯一的就是没有涂口红，因为就是戴着口罩嘛，就全程都戴口罩，所以没有必要涂口红了。好了，我准备去吃好吃的啦，就有两块蛋糕等着我。然后今天头发也是卷了一下，就很久没有卷头发了。好了，那我的 recital 到此结束啦，拜拜。吃吗？